那有个蜜蜂窝。让我拿石头去丢它。千万不可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蜜蜂要是受到攻击，就会飞出来叮死人的。你都说蜜蜂只会叮死人，我们是活人，怕什么？颠倒黑白，把黑的说成白的，白的说成黑的，比喻歪曲事实，混淆是非。